那今天在我们的演出现场呢，我们还请到了九位登台的珠塔传人郑英老师。我相信我们苏州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好久没有看到郑英老师了，所以机会难得，让我们有请郑英老师给我们说上两句好不好？来，掌声有请。40年前头呀，我先生陈锡安，带我了苏州戏场演出，那么领我到淮江去拜访，看见淮安人了先生呢，就讲阿叔啊，我孙子的学生子叫陈英，那陈英叫一声阿刁，那么叫声阿刁，从此以后呢，正式打进子女珍珠塔的山门。那么阿刁呢，淮安人老先生呢，对你我一辈子交关关心的，那么平常辰光一直接的，那么当我讲每次看见啊，侪要讲珍珠塔难设，那么希望你呢能够坚持下去设40年。我搿40年当中呢，跟子先生陈锡安先生、石开生先生，我还有叶一正先生，跟子石安先生是。珍珠塔陪我度过至半世人生，珍珠塔陪我度过至我的艺术生涯。那么，这个一切呢，侪要感谢淮江先辈，把你留下来这样一部珍珠塔的瑰宝，代代相传。你有今朝这样一日呢，非常的感恩。那么，不妨劝你讲一句闲话，叫“祖师爷赏饭吃”。是吧？所以感恩感恩感恩。那么今朝呢，祝演出圆满成功。那么祝淮江的后代啊，代代兴旺。祝你在座的听众们身体健康，开心每一天。那么我们这个讲子啊，还有个石开生先生呢，非常遗憾，我上岁啊，那么你今朝不能来。但是呢，还是有录音的，是吧？那么你听听石老师的录音，便是作舞的啊、嗯！大家听听，谢谢大家。好，我们请听录音。诸位老听众，新朋友，我是石开生，是珍珠塔第七代主人，魏菊清是我太太先生。我14岁庚子和你到上海，就是学个珍珠塔。我到杨仁同年16岁登台演唱，还是珍珠塔。我为珍珠塔做过舞手，翻过上手，放过担当，所以对珍珠塔有个比较全面的理解。珍珠塔当我来讲了，与兄弟相连的关系，我对里向每个角色好像有同样相关的感觉。所以我特别欢喜演唱珍珠塔。搿一次纪念塔王魏菊清老夫子的活动，因为我身体的原因不能登台，很遗憾，只能向大家讲一声抱歉。感谢听众们对平台的热爱，对珍珠塔的厚爱，我辣此地预祝搿一次演出成功，谢谢。谢谢，我真的养好身体，我上来还要唱珍珠塔，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赵老师送来的祝福，也谢谢我们郑英老师。接下来大家要听到的是由上海评弹团的著名演员孙庆为您带来的《芳青哭诉》。那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孙老师啊，昨天邀了下得知自己发寒热，三十九度加三，那么还是要去过个急诊。现在在浪下就是白塔子针队从上海赶到苏州，所以说老师们的敬业精神也是值得我们所有青年演员好好学习。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孙庆以及为他伴奏的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今朝呢，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搿一场演出。
在也辛苦你干头子，在大理里来了我乐队也节目。那么现在为止也当伴奏嘛，拿自家的亮丽的那个形象已经贡献给大家了，谢谢干头。啊，现在听听柯师傅。在大红那边等等等
有心意，我得去那五伯之家营，与儿孙孔明之傲不惊，得太平庄是翁偶的梦不逢生，逢来杀须孙悟空飞归家，一柄银针腾太刮风雨满心灵，十声楼满无意境，不是这奴才里来我醉风人们害得我不下的生命能打去分，因此我恳求你自己，恳求你们这世之言神乎在头前，姐姐呀，你在你家母是。